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，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谢谢你带领我们，真的是进入父耶和华你的节这个年历5778年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，你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你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恢复跟突破的门。哈利路亚，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恢复敬拜真神，遵行真理，身心灵看见，恢复圣洁，恢复一切的次序，站好自己的本位，除去羞辱，荣耀充满，有权柄和能力得享父神的恩宠，恢复与人的关系，恢复属灵属物质一切的丰盛，建立爱的家庭，建立荣耀教会，愿祷告诉说真理，参与管理社区国家，见证主名，爱人传福音，抢救灵魂。这是我们进入的这个5778年的一个新的这个开始的门户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是一个历史性的开始。哈利路亚，也是一个进入末世的开始，进入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抓加快速度预备自己的开始。哈利路亚，阿爸天父，你赐福于我们，主啊，愿你宝座前的七灵来浇灌我们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明白，使我们珍惜，使我们快快的与神你来对齐。哈利路亚，预备好自己，主啊，有一个真理的灵，主啊，来分辨何为真与假，使我们不至于上当受骗受迷惑，以至于不能得享那一切从神而来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阿爸天父，我们在这里所献上的一切，主啊，财物你来悦纳，
阿爸天父，你也更多的来祝福我们，使我们来祝福，能够有能力用金钱来祝福神的国度，来传扬福音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那我们来啊、真的是更多的人力，主啊，金钱的这个奉献，主啊来啊、真的是参与传福音，抢救灵魂。哈利路亚，你也祝福我们，主啊，在这里的每一个，主啊有做生意的，主啊你祝福他们的生意。哈利路亚，你也祝福他们，主啊使他们能够，主啊有智慧管理你的金钱。阿爸天父，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啊、每一位，主啊在工作的，主啊你使他们真的是主啊恩上加恩，福上加福。哈利路亚，主啊你也祝福，主啊带领每一位，主啊要进入这个生意的，主啊使他们，主啊照着你在他们啊、生命中的命定跟拣选，主啊要在5778年，主啊要在啊、这样子一个新的一年里面，要进入更快的进入他们的命定，主啊在各样，主啊不论是在金钱的这个啊、金钱上，还是在属灵上，主啊还是在一切的，主啊你所要啊、他们所参与的这个教会的服事当中，主啊你都带领他们更进一步的进入他们的命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使他们有智慧，主啊来在就在啊、这个5778年，主啊要来选择说要来，主啊完全的将自己交托在父耶和华的手中，主啊让父耶和华全能的神来带领，这一生就必蒙福，就必亨通。哈利路亚，主谢谢你垂听孩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